梅香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在咱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希望咱空中大地好朋友有因缘啊，咱卡线顶的电话我叫66499，让阮知影讲啊，咱有一挂问题吼，啊需要梅香来做解答，还是讲要来互相有灵验的过境啦吼，啊大家要来互相探讨，安尼呢梅香嘛较有话题啦吼，甲咱空中的大地，大家呢互相互动啦吼，像下早起哦，我感觉咱的师兄问这都足有智慧的啦吼，为什么讲有智慧？伊甲讲梅香，我即卖问你一项吼，是安怎样啊吼？这太岁星君咱拢爱甲拜啦吼，啊咱啊犯太岁犯对冲啦，都一定去甲安太岁吼、哦、安太岁。啊，这太岁敢真正遐重要哦？有没有很重要？那等一等梅香来讲，你们就知道了吼、哦。来，咱即卖先这步甲接落行。啊，就是加减讲啦吼，啊，咱的道亲的，咱讲，咱有讲，咱就会清楚；有讲，咱就会明了。啊，咱就会知影讲，哦，原来咱嗲讲太岁当头坐，无灾便有厄啦吼。啊，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句话到底为什么会应验在人间啦吼？那你就知影太岁宽威有偌大啦吼。来。太岁，等下咱再来讲啦。今麦先来听这段观世音菩萨灵感真言。好，咱的观音菩萨灵感真言吼，大家拢会晓口诵的吼。啊，这段短短的呀，甲背起来吼。平常时啊，买当个安尼吼，在你的头脑里面，好、哦、给他呢吼绕几次，然后好，咱的观世音菩萨啊，给咱破脚加持安尼。Mami, bebe, home
即马来讲世间人啦吼，只要对自己有保佑的哦，咱拢会去排队啦吼。啊，过年都要到啊吼，哦，排队上界侪是啥？来点光明灯啦吼，点光明灯啊，都光明啊嘛，咱先甲点一粒啊光明灯啊，拜托人去甲咱倒排队。无嘛，要甲点甲有，啊，咱去点的是去点对，拢去点个足大间的吼，啊，不管讲是咱即马吼上出名的庙啦，吼电视较有咧广告啦，吼游客较有咧去的所在啦，另外拢会起一位吼、哦、一位灯，内底专门拢放光明灯，内底有几啊万灯啊，吼几啊万灯的光明灯，几万哦，吼、哦、几万还是算少事的吼。哦一年甲收光明顶的钱吼、哦，哦，真正就歹算了吼、哦。为什么大家拢会讲一窝蜂的赶快去点光明灯？咱人办单，咱人办单做好事，咱人办单修行，咱人办单，所以拢总用钱去甲解决，安尼就好啊。反正光明顶500块，我500块你就好啊，我就光明啊，对不？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用条件的心态去甲换一个光明灯呢。吼，然后呢，也个人是啥？啊，我囡仔爱读册，我去甲点啥？我去甲点一个，吼、哦，文昌灯，加重着咱的囡仔文昌光明。吼、哦，这会使无 ？A， 但是还是要把孩子教好啦。吼、哦，没有把孩子教好，你光是点光明灯啦。吼、哦，啊，手机也压掉掉啦，读册无爱读的，光明顶个点总是安的啊。你想讲的是实在话啦，吼、哦。过来呢，哦，咱第一人的点就是安尼啦，财神灯，哦，就是因为咱要趁钱嘛，所以咱的点财神灯，要有财神给咱保庇，咱才会大趁钱嘛。过一人就是讲，我来去甲阿伯啊，遐个讨，哎，去遐个借发财金嘛，吼、哦，甲借发财金来趁钱，啊，叫阿伯啊，吼、哦，加持者来趁钱。咱人拢是啥？对家己有利的一种达成啦，对家己有利的种达成吼。所以咱有看到新闻咧，指南宫迄人是安尼吼，为着要爱阿伯啊发财金，啊，咱阿伯啊发财金摕到，你敢免去做工？你敢免去拍拼？你敢免去做生意？我们就是一种啊寄托，而且是相信阿伯会甲咱斗相共，那一股动力，咱认真拍拼去做生意。因为呢，到得到双层的效果啦，吼、哦。虽然讲啊，台湾全省即马过来过年到啊，吼，点光明灯啊，点太岁灯，太岁灯反而呢，是因为我有犯太岁，我才来点太岁灯啊，因为我有对冲，我才来点太岁灯。其他咱拢未去甲点太岁灯，为啥物？因为咱唔知影讲太岁伊个宽力宽限到底有偌大。因为你不知道太岁宽力有多大，所以你不知道，因为太岁星君他在做什么？他在上天所安排的星君来到我们人间60一家，那内底有60尊啦吼，60尊的太岁。啊，你甲想，足少人吼，咱拢是对冲啊，惊到啊吼，讲太岁当头做，无灾便有祸，那就是对冲太岁是无好的。啊，所以讲，咱嘛要来个安这太岁，因为我惊你嘛，所以我来安太岁。好、哦，我们不知道尊敬太岁神哦，太岁神的权威有多大？我若讲完咯、哦，连讲你都会知影讲吼，咱人拢敢那装要求福，但是不要要解厄，你知道哦？点光明点嘛是求福啊，点光明，大行拢是为你要爱的有利益的，你会达先去做，但是解厄你不要。太岁专门咧甲咱解厄，解厄你未晓，你未晓要去解厄。啊，咱人上未晓要撇灾难，解也要救福，也要去救福，但未晓去撇灾难。啊，你福求到啊，你灾难也无撇，讲句话歹听，你也得未到，你嘛开未到。为什么？因为人就是光有利益的事你会去做，有利益你自己的事你会去做，叫你忏悔。叫你忏悔，叫你改恶，这个工作你不要做了、啊、所以没想讲实在话啦吼，人都惰性，人的惰性拢是啥？依靠上天，自卑保庇就好，家己无想要安怎，无想要用心去钻炼，无想要用心去做人呐。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啦。
咱即马来讲讲不过六十仙君啦吼，像咱孙仔咧讲诶，六十仙君到底虾米是六十位啦？这六十位诶星君又阁是啥？其实啦，吼。有足侪版本呐吼，但是咱即马来讲吼，咱人呢吼随便甲找六十位还算有名望的古代文人将领，就随便配对了进去，不是这样子哦。好啊，所以讲吼，咱的太岁吼，伊有一定的吼伊的造型哦，吼有一定的造型。先来讲呢，太岁星君有一定的造型，其中咱推荐的这位驾珠星君。这个驾珠星君的金斑，吼、哦，伊呢，吼、哦，这位星君的奇特的外形，就是眼窝中长出了一对长，长出了一对双眼，吼、哦，而且呢，伫伊的手掌，吼、哦，内底，吼、哦，伫伊手掌内底，你讲啊，伊的目睭先啊，那会走出两只手，啊，伊的目睭才走伫个手底啊中央，才走伫手底啊中央，这就是驾珠。然后咱就是讲驾珠星君，吼、哦，先话伊会安呢，吼、哦、啊，但讲吼、哦，其他五十九位的这个星君呢，也是非常不一样，吼、哦。至于他们每一个星君的故事，吼、哦、是非常长的吼、哦，所以咱无多讲每一尊的故事讲给咱听，吼、哦、啊，所以讲奇怪，吼、哦、咱什么款年，吼、哦、正冲的，吼、哦、偏冲的，吼、哦、对冲的。好、哦，就是咧讲，咱每年都是猪年，就是咱讲正冲嘛，哦，啊偏冲诶，哦，啊过来都是有对冲诶，多三多好一个十二个生肖内底都是有正冲偏冲，吼、哦，啊也过一个啥，啊咱讲有三个生肖啦，有三个生肖啦吼，正冲对冲偏冲啦吼，啊咱啊如果讲知影当年诶生肖啦吼。你去甲吼、哦，去甲对照一下，安尼咱就知影，吼、哦，咱就知影讲吼，要怎么样去算？因为十二个，这个啥，迄个生肖嘛，吼，十二个生肖，你甲画一条线，吼、哦，画一条线到对面对冲的生肖，接着再垂直画出另一条线，形成一个十字，十字剩下两端的就是偏冲的生肖。好，你咱那个画的有啊，好，安尼个画就画出来。好，啊，你买那个画，啊，你得画迄啰。咱即嘛，赤牛、虎、兔、猪、牛、马、羊、狗、鸡、狗，啊，你个画，啊，就知影哦。对冲的就是安尼，偏冲的就是安尼。你个画，啊，个画起来对哇。你个，你这个吼啊，赤牛，你叫顺时钟写啦，叫顺时钟写的写赤牛、虎、兔、龙、虾、马、羊、狗、猪。吼、哦，啊！你狗狗，吼、哦、狗鸡狗猪，安尼多个画一个圆，多十二生肖嘛。啊！你顺时钟写，吼、哦、气为正平在顺时钟安尼个写，好、哦、你安个写，安尼啊了你再去个画，啊你就知影讲哦，对冲啊就是安尼，偏冲啊就是安尼，啊咱就看有啦吼、哦。今日个咱要互咱知影吼、哦，太岁神为什么咱爱去重视啦？吼、哦，太岁神为什么咱爱去重视？咱即嘛？和咱和家家嘛去个了解。那竹林必胜宫呢？咱伫个咱竹林必胜宫诶，这个三楼吼啊，咱到这太岁光明顶。为什么太岁咱个加上光明顶，就是安太岁嘛，会当伫遐。和咱的道祖照着光明太啊，咱迄个光明顶，太岁莲华智德岁君吼，伊内底呢，伊甲咱讲啊足清楚诶吼，讲啊足清楚。所以咱每一个岁君吼。哦包括咱咧请的这个岁君，伊有好的，吼、哦，就是咧给咱祝福的，吼、哦，阿妈有该的，先来讲有该的，吼、哦，所以咱伫咧讲三大花界仙君啦，吼、哦，啊，咱的三环地主仙君、五方五的仙君、四气四爻仙君、二十八宿仙君、十二宫神仙君、六十甲子仙君、十一大妖仙君、三合七圣啊，吼。三合七圣，就是咱讲三合七圣圣君、智慧量德圣君、福禄寿禄圣君、天德月德圣君、天父合德圣君、天衣福德圣君、天恩天赦圣君、天时天气圣君、天界地界圣君、年界月界圣君、日界时界圣君。
咱人有年月日时，所以讲有这个年界、月界、星君、甲日界、时界、星君、吉人、吉星，就是咧讲吉人、贵人的星君，吼、哦，玉堂金贵星君、金玉明堂星君，吼、哦，咱周堂。好、哦，不祥星君、红鸾喜神星君、文昌开元星君、生气破耗星君，吼、哦，也是讲咱这个啥，月月过度星君、五福、好、哦、姨妈星君、夫衰度的星君、消灾泄福星君、大小运行星君、胎星八位星君、三方照灵星君、三方吼、哦、照灵呐、啊、星君四正。汇合星君、本命元神星君、冬天日食星君、冬天哦，所谓日食的星君，这拢是咧辅助，咧辅助啥？辅助好的一面。所以人讲刀吉吼开工啦，吼、哦、咱今日去甲了解讲，咱这个六十甲子的官哦，伊这个官军呢吼，周三十二天，所以咱今日咧讲咱。唔是吼、哦，干那啊，忌太岁，惊太岁，所以讲我来按太岁行军，拜太岁。你无冲犯的人拜太岁，你嘛会当得到啥？会当得到三大花界行军的庇佑，五方五德行军，二十八生肖行军的庇佑，吼、哦，三合七圣行军的庇佑，福禄寿禄行军的庇佑。天父合德星君，天温天下星君，天界地界星君，日界时界星君，这些拢总是伫甲你24点钟拢伫甲你保护的，这是好的，拢伫甲你保护的啦。吼、哦，所以你讲吼，啊，咱对这个啥，啊，咱对这个统一界界啦，吼，十二个月来对面，咱有生肖嘛，生肖来对面，这所谓星君，伊是伫甲咱做啥物代志？哦，咱今日讲哦，昨天毕竟讲伫这个吼、哦，咱讲过年的时阵哦，正月初一到十五，咱有九曜星君点灯祈福，来对面咱所拜的吼、哦，这个局所拜的这个局，吼、哦，你爱知影这个局到底是安怎拜的？吼、哦，啊，你然后来到宫的，你看会到吼、哦，咱的九曜星君就包括啥？包括五曜金木水火土，吼、哦，啊，个就话星君。罗高过多星君，这就叫做九曜星君，就是天地不可或缺的。好、哦、啊，所以讲吼，啊，咱常咧讲吼，啊，咱伫这十二生肖内底啦，吼、哦，咱今日出生的时阵啦，吼、哦，啊，咱都看命有甲咱讲啊，啊，咱这犯着什么，犯着什么，犯着什么，伫咱这个月令生肖内底边，也是讲咱流年内底，拄啊今年受什么生肖，受什么生肖内底边，伊内底有拄着什么星君。咱讲罗高过多，即罗高星甲过多星，吼、哦，这是算无同款的，无同款的，这嘛是专门的辅助囡啊，专门的辅助囡啊运，吼、哦，这囡啊犯罗高，还是咱人做生意犯过多，这种啊这，你唔是跟他讲，跟他惊太岁，都看到太岁惊伊，我来给你安一个太岁钉，安尼，啊，但是过年趟天唔捌你去香拜太岁，过年趟天哦，拢总是哦，用别人甲咱拜，啊，咱家己唔捌去拜。你敢知影拜太岁对咱有偌大利益甲好处吗？第一项甲咱消灾，第二项甲咱解厄，第三项甲咱守护呢。所以讲，罗高过多神君、天罗地网神君、青龙白虎神君、朱雀玄武神君、九鼎天蛇神君、天地官符，咱人会犯官符无？会啊。好、哦，所以讲这天地官符神君年官，吼、哦，也是讲这年月官符。吼、哦，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人话讲啊，要做年运的改制，还是要做月令的改制？月令的改制有正月令的改制、二月令的改制、三月令的改制。啊，你一定来问我，梅香师姐。啊，我免啊知影我的月令好啊歹，足简单啊。你的农民历啊，吼，你的农民历什么生肖？你甲看。啊，伊就甲讲，倒一月是乌的，倒一月甲你画乌的，这个就是你的月令无好。啊，多一个，甲你画一个三角的，哦，画三角的，就是讲普通啊，像讲正月，伊就互你圆口啊，就是讲啊，这个正月令你正顺。过来二月令，伊甲你用一个三角的，哦，就是表示无歹。三月这个月令那是乌的，啊，就是三月令你爱注意，迄个叫月令。伊就甲你讲得足清楚，迄个叫做月令，所以有的人叫做月令改制。
月龄改制就是安尼改制，啊，恁统一改制就是讲新正年头伫正或者甲十五，咱都做统一改制，就是咧改制啥，就是所有你有犯着的，吼、哦、官服啊好啦吼，啊是讲你去犯着，吼、哦。不管讲咱犯的是天狗、白虎、多点啦，是狗叫啦，还是煞啦、双门啦、阳刃啦，这些内底咱命宫内底拢有诶。这咱就是咧做月令的统一改制。好，月令统一改制，咱就是为正月初做到十五。好、哦，这就是讲咱年头啦吼、哦，咱阿未犯的进前，可比讲流年今年有行到，咱就先甲祭灶，好、哦、先甲上灶，安尼意思。所以吼、哦，咱讲吼，天后地后神君，天地有这个天火地火神君啦吼，啊有这个天龙天狗神君，飞廉刀剑神君，吼、哦、九梁剑锋神君，咱来犯剑锋，犯将军烈士，吼、哦、啊是讲吼、哦、啊，咱去犯着这个鬼门高轿，吼、哦、新红，吼、哦、咱新红弄命，就是开拄着车关啦，啊是破败空亡啦。好、哦，咱来去犯着破败空亡神君啦、啊，吼、哦，这种一定爱改爱做啦。吼、哦，金神火盆神君，吼、哦，也、啊、是讲吼、哦，啊，咱的双门吊客神君，冠寿阳刃神君，冠寿阳刃就是爱开刀的迄种啊，这，吼、哦，这拢是白虎披头，吼、哦，披头星煞神君，劫煞亡神神君啦、啊，这拢是啦。啊，你讲太岁神君官偌阔，太岁神君官有够阔。哦，啊，所以讲，唔是讲地尼太岁，地尼太岁伊是来人间，伊做主席，所以是地尼太岁。但是这六十尊内底拢有一定的权限。啊，所以讲，咱唔是讲来讲哦，啊，我都拄好吼犯太岁，我都安太岁，都其他你都唔免甲管，唔是安尼哦。啊，拜太岁唔是你甲安慰就好，啊，平常时啊都唔免甲香去甲拜，安尼你都无咧敬太岁，敬太岁，吼、哦，绝对是有好处，伊会当解三灾四煞。会当改五行六厄，会当改七凶八难，会当改九厄十敌呐，会当改啥？会当改难散，吼、哦，阿妈会当予咱喏，吼、哦，予咱伫个这个刀兵追火劫来底面，吼、哦，这所有的种种，这拢总是聚得莲华，莲华，好多聚得莲华君，就是咧讲到咱的太岁神君呐，吼、哦，啊，今日咱来讲，希望咱了解讲太岁神君，咱人拢是为着爱。拢干那要爱光明咧，我来按一个光明灯，当年我嘛来按光明灯，但是你都知影要求福，你唔知影要求解厄啦。厄啊要求福，未啊要解厄。啊，你厄啊要求福，你福得着啊，唔过你无解厄，啊你厄来啊，啊都要出代志，看你看会着嘛，食未着。所以咱讲解厄，爱比求福搁较重要。啊，所以咱莫小看六十家子。不能小看太岁星君、啊、他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大，在我们人的星神八字里面没离开太岁、啊、里面的权限、啊、所以我们要敬太岁拜太岁、啊、来我们的赖师兄会再去，我还没有上线，他就说梅香师姐我要听这地三花珠庙降圣文，所以每项是提醒咱的孙阿姐啦，吼，咱的囡仔是安怎才够博、才够学、才够出代志，因为咱拢干那知影一项，知影求好的这项，但是未晓去做解厄这项啦，吼，啊，这就是。爱讲我咱知，咱较会了解啦。啊嘛，拄到这个师兄真慈悲啦。伊若无甲我问，啊我嘛袂晓讲，因为恁无要问，啊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为什么？因为话题都袂讲为遮来啦。啊，你若有问话题，我都会讲为遮来安尼。
咱即马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吼，三花珠庙讲圣文啊，拄则有咱的啊书记啊吼，打电话讲啊，梅香书记，你互我问者吼。诶，囡仔若无犯太岁，干着去安。我讲唔是叫你安太岁啦，叫咱拜太岁啦，吼、哦。啊，我伫昨天毕生讲有拜道呢，我拜道就是啊，因为拜道，你若有对冲太岁偏冲，我拢会甲你安伫个三楼天宫殿太岁顶，啊，甲咱六十家子个太岁拢伫遐，你甲恁顾。好、哦，啊，咱是讲爱敬太岁、拜太岁，唔是讲吼、哦，咱无对冲、无偏冲、无因为无第二太岁，咱今年无犯太岁，所以咱太岁咱就免去插伊。咱六十尊的太岁内底各有一数呢，各有一数，伊这一家子内底六十尊，伊拢伊的一数的咧，伊拢会得甲咱转咱这个年运，所以咱是讲，咱有犯太岁的人，卖讲太。卖讲吼，无爱插，无爱插太岁，所以咱拢无爱去个，无爱去个拜，也无爱去创啥。我是叫你爱敬太岁，敬啦，尊敬啦。好，只要你若来到宫，咱去拜道祖了后，咱那内底有六十尊的太岁仙君，太岁仙君那样爱尊敬。因为这伊是这个天顶万星内底面玉帝所立方的一个管理人间所有诞生福祸，所以讲咱。我是叫你敬太岁，唔是叫你讲啊！你无冲完掉啊，爱安太岁哦！啊，你无冲完掉，无偏冲，我敢爱去安太岁？我唔是叫你安太岁，我是叫咱这众生孙兄弟爱敬太岁，好、哦、尊敬太岁。所以咱就定咧讲吼，太岁当头坐啦，无灾便有厄，是因为咱是人，所以讲太岁神呢，伊有一方面是甲咱辅助，一方面呢。是给咱处罚的，吼、哦，咱若做唔对，给咱处罚的，所以咱一定安怎？因为三华分明，咱去甲尊敬，吼、哦，啊，咱若知影咱今年是犯到太岁，啊，咱就不要太猖狂，开车也不要太快，过来做代志啊，较小心谨慎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啊，咱若如果咱是犯对冲太岁，咱卖伫对冲太岁迄年呢去结婚啦。尽量不要啦吼，尽量不要，吼、哦，安尼实际安尼听有啦吼，我你伫宫里安道，你都唔免阁安太岁，我会主动甲你安。但是我是咧甲讲，咱的信众大滴啊，好，咱孙兄师姐你有咧听节目啊，好，咱爱学会晓敬太岁，什么叫做敬畏？敬畏太岁，感恩太岁，安尼，我唔是叫你去安啦吼，是安的意思。啊，咱若听爱听清楚哦，嘿，我就是把太岁的职位，他做的事，讲给咱听呢吼。啊来，今嘛讲一节吼，讲什么叫做天之道？天之道，顺有余而报不足；人之道，直不仁呐。现在讲天一道。顺有余而报不足，人之道呢？吼，人之道就不仁，顺不足而风有余呀。风有余，就是讲到万物当中，这个矛盾的双方的对立统一，是大千世界客观的自然。顺有余而报不足，就是咧讲老子。老子以辩证思维方式。总结出来的一条自然规律，自然的规律啦吼，啊，这自然的法则是顺减有余来补充不足，那人类社会世俗的做法却是不然呐，好、哦，咱拢是顺减贫穷不足来强弘富贵有余啦，好、哦，所以讲虽然用有余来强弘天下呢。只有有道的人、啊、所以说因此圣人有所作为却不自持己能，有所成就也不居功自傲，他不愿显示自己的贤德，这叫做天之道啦、啊、有修的人、啊、说得简单就是有修的人、啊啊、所以说一个有修的人、哦咱家己去甲了解，为什么有修的人会当安尼吼？会当
和咱伫语言帮助人，哎，当简单来表达咱家己的想法啦，吼。先来讲，因为吼，咱一个人，和咱的心情意愿，吼，去感受，伫咱这个主观的物件，吼，咱通畅啦，也要人与人之间的进行传播沟通。先来讲。话讲到底啊，就是讲语言不仅是一个声音啦，而且嘛是会当输出思想的工具。所以人讲啊，我听到一个老师咧讲哦，讲了真有道理。啊，以什么道理？因为伊的语言，伊所传播出来，吼、哦、是神地性。当然啦，哦，咱爱打破这个主观。所以我听咧讲哦，咱人啊，如果足固执的人吼、哦，要去听道理吼、哦，啊，你若讲到，你若看到吼。哦在台顶在讲的迄、那个讲了无入理的时阵，你就起反应啊？为什么起反应？坐袂调？哎，讲迄我嘛会晓，啊，讲迄大家人嘛知啊，就搁讲。你是心肝底已经安怎？你已经起反应，你就开始耳腔就开始咧慌啊！你就无爱甲听就对啦。规场伫你的心肝底内底拢一直咧拍车啊，一直咧拍车啊，一直问号，一直拍车啊。这个人底下咧讲道的老师，虽然伊讲了不入。不入流还是不入理啦，吼！但是咱慢慢绝对有一步踏，你绝对要心静落。不管伊讲的，你听了有介意也无介意，有入理也无入理，你今日坐伫迄个所在，你一定要安然自在啦。把你家己的主观意识甲放掉，好好啊，甲听，听到尾啊，绝对你会去听出了一句你介意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你心悦诚服嘛，你欢喜，你用法喜去听。你才听有来对其中的这样意思，所以咱讲佛法中咧讲，咱人呢，吼、哦，每一天的一举一动、一尺一字啊，吼，都会造业啦，吼、哦，每一天的一举一动，吼、哦，啊，甲一个言辞，吼、哦，拢总会造业哦。为什么造业？咱去批评某咪人安怎嘛是造业，咱对某咪人不满嘛造业，嘛造业哦。为什么嘛造业？起心动念皆是业啊！啊，所以咱茫想讲吼，迄甲我无关系啦，我是甲讲讲啊尔。我咧讲，有时阵牵滚加动吼，拢伫遐咧讲某咪人安怎，某咪人安怎，某咪人安怎，忧损咱家己的道德呢？啊嘛，忧损咱家己的德行，嘛忧损咱家己。为什么？咱人爱甲身份，爱甲了解。今日我伫这个道场来要创啥？我伫这个道场就是要来修。啊！我既然我入这个道场，我有赞同这个道场，有赞同这个所在，我都爱个心带入来啊！为什么？我袂使当作是局外人呢？如果我把自己当作客人，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你不能够把心带进来的话，那你永远就是旁边的客人。为什么？因为你无把你的心行入来这内底啦，你若有这个心行入来到这间宫，你就是凡客为主嘛。这间宫所有的香客，你拢爱去服务，为什么？因为你是替某人服务，唔是替某某人服务啦。好、哦，你是替圣庙服务，你是咧替你家己的功德服务啦，替你家己的德行服务，唔是咧替某某人服务。啊，这句你一定爱了解。我今日去走入了到这个道场，无论我是七土卡、六土卡，无论我是天地请予人客，无论是我该做不该做，我拢总我把我家己的本分输。我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是无牛嘛，好、哦、有机，好、哦，咱的心一定要带进来。你心无带进来，你永远都是在苦啊我，你绝对袂跳入来苦啊来。跳入来口来，就是表示啥？你已经融入了这间宫，你融入这间宫，这间宫就代表跟阿你的同款，你同款来招待宾客，你嘛同款的对待一样，你不是客人。如果你永远当作你是客人，那你到死你都是客人，你绝对袂成为迄间宫的一份子。这就是咱人的观念学，一定爱有啦。过一项。咱人哦，无十全十美啦。每一个人都没有十全十美，我们要学习包容别人的缺点。咱爱学习包容别人的缺点，爱学习包容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你袂使惹伊的笑，你袂使惹笑去甲神牛个牛。咱人一定爱安怎？我咧讲。一个人还未修正到完整的时阵，伊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啊，平凡的人会犯的错误是足正常的。
那是很正常，因为伊个翻唔对是正常诶。为什么？因为伊修为也无到遐，伊修养也无到遐。啊，咱个反应都反倒等下是换咱修养无够。咱修养啊，我搞这小事情一点反应都不必反应，为什么？因为这是常态。什么叫做常态？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事叫做常态嘛。所以讲佛法中、道法中，安尼甲人讲，每一工咱个一举一动、起心动念、一词一字都会造业哦。吼、哦，尤其是吼、哦，咱有咧惊姜的人，你今日你要做主，你今日要做一斤姜，一姜生也好，要做一斤姜的内底，你感觉这斤姜我有归属感，我要把这间工当作是自己的，那我就是替母娘做事，我就替圣母事，替寺庙做代志，替这间道场做代志，我无替任何人做代志，我无替公主做代志，我唔会替主持做代志，我是咧为我家己的功德拍拼，我是咧效劳坐道顶的，我咧做工课是咧坐道顶的，我是一个效劳母娘，因为这娘仔囝当下拢是当下找母娘，啊当下咧拜道祖。啊，当下咧拜神，今日我咧服务这众生，我是咧甲某娘服务这娘仔囝，我无为任何人服务，这个正刚咧做功德呢。所以业有善业，什么叫业？为什么那里起心动念？这个业，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清净的业，冇烦恼的业。这个业做出来了后，就不可避免，你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为什么会对别人？因为一句抱怨，你就对别人产生影响了。啊，所以说，一个影响串联着一个影响，一个影响再串联一个影响，如此重重无尽扩散出去。啊，你是你甲要你甲上西面，你去甲坐桌顶的西面呢？你去甲桌顶的遐神圣西面，因为是某人教了无好。规矩无好嘛，啊，所以讲你是你甲坐桌顶来洗面，所以吼、哦、有什么话，咱在咧讲，咱在讲话虽然简单呐、啊，但是是一件足细件的代志啦。讲什么话嘛真重要，因为你有一句句，你一句句啊话串联，会影响着一大部分的人的反弹，会影响一大部分的人不和谐。现在你想这个业，这有业不？有啊。为什么要讲这样？用简单的话去伤害别人，可能会造成后果很大。用简单的语言去温暖这个世界，可能给人带来就是一时、一天乃至一生的帮助。所以靠真重要，靠真重要。好、哦，思想观真重要。你对什么人不满，那是小事。该盖掉就要盖掉，该做的去做你该做的事、哦、因为别人的虚伪是别人的事情，别人不对是别人的事情，你不用去给他批判，因为上天自己会去批判，你不用去批判、哦、不仅对别人是如此，对自己也是同样、哦、一个人、哦、一个人一直都在说实在话，大家一定认定讲一些足诚实的人呐、啊，一个人总是会说谎，时间久了他就成了骗子，所以好话说多了，成就了好多人。好，所以咱呢，平常时啊，喏，平常时啊，爱把好提出来宣扬。什么叫做掩恶扬善？掩恶扬善那是必要的，而且要成就一个人是要有时间性的。啊，所以咱唔能鸡鸭长鸟啊多呢。咱若鸡鸭长鸟啊多，我阿你讲，有时阵有咧道场，现在互一挂信众恭敬，乱到已经姜爱关起来，因为言语是非常多啦。所以咱讲姜呢，顶管一个壳壳内底有两支嘴啦，一支咧讲是，一支嘴是咧讲是啦，啊，一支嘴是咧讲非啦，叫做是非。场面越大，是非就越多。啊，但要看。成就要怎么成就？每一个人都是要怎样？要把最好的拿出来了，其他的要怎么改变？要慢慢的去，好、哦，让我们自己去修了，去修成一个什么叫果？圆满的果。所以咱在咧讲，咱总是咧讲人的歹话，讲一个讲人的是非啦，慢慢就成了坏人了。所以咱讲说智慧
有智慧的话，你就成了智者。说善良话的人，你就是善良的人呐、啊。所以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把人、哦、眼中的你，大家都会改变、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哦、给人机会啦、哦、人还没改变，还没改变到那么好的时候，就要给人机会啦，给人家机会、哦、我们在说其实很简单，命运很简单，我们要去改变命运，好好说话，把思维顾好，好好地说话，这就是改变命运啦。我们要学习佛菩萨，就要学习佛菩萨怎样说话。那个这公师傅啊，干不是拢劝人讲好诶？菩萨傅啊，干不是拢劝人讲好？无念傅啊，干不是拢劝人讲好诶？所以甲咱讲，爱讲好话，做好事，学好样，读好书。咱来学，咱咧学诶是这啦。佛菩萨讲话就是爱，爱语行菩萨道，要清净自己的心、身心啊，包括清净自己的口业。口业清净，口业清净，所以就是在讲吼、哦、啊，善良的人、智慧的话啦，就终生了福啦。好、哦，如果讲咱今日要成佛成圣，那么成佛成圣的话吼，咱咧讲的话爱讲有智慧的话，讲善良的话，就亲像咧学咱这所谓心性咧讲话同款，好好的说话是一种修行啊，好好啊讲话就是一种的修行。甲人赞叹，学遐甲人赞叹，就是一种修行。咱就是咧修福报啦，好、哦，就是在收修福报。啊，如果咧讲咱也是讲吼，咱伫倒一间宫咧行啦，咱行入即间宫啦，穿即间宫的宫服，你都必须爱代表迄间宫，你都毋是人客哦。既然你毋是人客，你就是即间宫的一份子，即间宫的一份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包括咱所有的拢总是。因为你的心才有真正行入来，你的心才有真正带入来。要那无你的心无带入来，你要够这种吼、哦，好像说，吼、哦、我们自己还格格不入，还要当客人，已经走很久了，还要当客人，那这样都不对哦。啊，所以咱得来讲哦，好好的说话是一种修行啦、啊。吼、哦，我是坑。看咱一挂孙呀孙仔啦吼，六时吉祥啦吼，时时平安啦吼，啊，变那六时吉祥，时时平安，啊，就多说好话啦吼，多讲好话，多赞叹别人啦吼，啊，互别人呢有机会改变，互别人有机会成就啦，迄真正就是母牛咧讲的吼，太上感应母牛慈悲，福生无量，真正福生无量啦吼。若有众生常持大悲心咒，对三恶道者，五世不生正觉。常持大悲心咒，若不生诸佛国者，五世不生正觉。常持大悲心咒，若不得三昧辩才者，五世不生正觉。常持大悲心咒，以现在心中一切所行，若不过随者，不得为大悲心堕落泥也。乃至说是依意，以众会前合众静住，以助众生起大悲心，开眼合掌。
即算如是讲大圆满，无碍大慈心大道罗尼，心妙众故道罗尼外。求尘埃，不改大悲心，得了你。来，今嘛是解说咱的大悲心陀罗尼娑婆诃，观世音菩萨现舍利佛尊者相。啊，娑婆诃呢，究竟涅槃，众生改色改成就。这就是承接到咱典故，菩萨以无量慈悲化度各类众生，虽然得到的真言，大千世界各种的众生以人为上，所有的人为万物之灵，所以人爱以什么款的态度？人爱以独具之灵性，独具之灵性，帮助各类众生取心向道，帮助各类的众生切心向道啦。唔通恃强凌弱，佛是上天好生之德啦。爱知影宇宙形成之初，原是浑然一体，只休光分一骨，气化清流啦。那有天地之别，尽是万物诸生生形别类。是救天堂，物竞天职，那是进入这个世界呢。因此，人类同源呐，素无分别，只是各尽其用呐，顺其自然而已。生而为人，适应体验这个天地互生之德，要珍重咱家己爱惜文明，尤其是吼啊，咱讲菩萨慈悲来度世，迄、那个心呐，伊要甲咱的。众生来广结善缘，同济同修，一达光明世界。所以讲，这就叫做啥？佛心，嘛就叫做菩萨心啦吼。所以咱这句娑婆诃再一次的提醒啊吼。那么后边这句呢，叫做假吉那阿悉多耶，假吉那为金刚轮降，降伏万魔。咱人有万魔无有？阿悉陀耶为无比成就，亦为金刚法轮降伏万魔，得处无比的功德。哀哀怨怨呐，所以我常咧讲哀怨香，莫烧啦。啊，咱人不管是拢哀哀怨怨，为甚物哀哀怨怨呢？未快乐啦，吼啊，未使有这种哀怨。你若定哀怨，吼啊，不管是呢，吼啊，台湾呢，我家呢未快乐，因为你用哀怨咧过日子，吼，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咱即马即个吼千手眼内底面化身，观世音菩萨现护奉心众相，就是要甲咱合止。咱咧修行爱治万魔无？哎呀，迄、那个万魔是为咱的心生出来，所以咱变啊度众生，要安怎讲？要来学金刚法轮来排除这个万魔真言。咱万魔。就是遇到什么代志，感觉足委屈的，足委屈的，好委屈哦，觉得我好委屈，好像我被欺负了，好像我被人家看不起了，我好像我被人家不尊重了，我好委屈，这叫做万魔。你要除掉这个万魔，啊，因为众生的相受执着之苦啦，那种执念，那种执念，好爱面子，好、哦、自尊心超强，这种爱破敌啦。你若无破敌，你去行道场吼，未堪要人一句大声，啊，未堪要人甲你话一句啊，你就感觉足冤枉的。哎呦，我来遮做义工，做甲要死哦，都搁互你话，都搁互你骂，因呢哦做了无啥欢喜心，安尼我甲你讲，都无采工咧做啊，火烧工顶拿着烧了了，为啥？唔是袂使骂，是咱爱去化解。爱去化解，人啊，拄到急的时阵讲话大声，你爱知影讲，伊讲话大声会急，啊，伊也是伊无修养，甲咱无关系哦。啊，咱唔免去讲吼，啊，亲心怎啊走出来，无名走出来，感觉咱足委屈的，所以咱要来去化敌这个万魔，这个万魔是一定爱化开。你不要怨天尤人哦，也不要自暴自弃。吼、哦，啊你若讲吼，论入了个这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甚至也还会毁道。甚至也会退道，安尼咱终地会对入了啥？对入了这个六道呢，参受这轮回之苦。
啊，恁若为着这小小看我代志来剃刀，啊，恁来轮，你来受着这个轮回，啊，这你该想，啥物人要救咱？咱来，咱家己救家己呢？是自己要救自己呢？没有人会救你呢。所以，指点众生爱立志、立心向道，傲三昧真法，摄如凝心啦，虚力，把这个焦虑提掉，把这个恨心提掉，把这个这所有的这提掉，你的万魔才离开哦。啊，那无你的万魔拢伫你的身躯底，你的万魔伫你的身躯底，你就无法度去改变。所以咱要安怎当摄入凝心、静心行处，静止心无妄念，事事不贪，即无人欲，看淡、看淡，怨气自消。你的怨气爱自消，救你心平气和了，不得一想，自然得生大道啦。要修行的人，考试单人啊，拼落来的时阵吼，你都爱有法度安怎，你有法度去接你，啊，佫欢喜。好，考试来啊！干考官来啊！我都甲考过，我用欢喜心甲考过，啊，这关都过啊！无咱讲三关九窍，三关九窍，咱要转灵关，转灵关就是转咱的心门啦。转灵关要转咱的心门这关啦，心门这关你也转会过，万魔你也退开啦。那无吼，我讲三关九窍内底，你那无在了过就对了。你要去南天门哦，你想要坐法船哦，好难哦，难哦。啊，所以咱即个即礼拜六啦吼，啊，有咱真发心的师姐啦吼，啊，陈师姐要摕十二蕊足大蕊的莲花，要倒来互咱选，要互咱转啥啊？转五方过三台啦，吼啊，互咱这莲家吼，会当呐，会当升等呐。啊，咱唔呐，干那莲家升等，心量爱个宽阔吼，不然要甲咱转掉，这所有无好的习气啦吼。啊，所以这咱爱感恩呐、啊、吼，爱感恩咱苗栗吼，苗栗，吼苗栗咱的师姐啦吼，咱陈师姐，啊今仔日吼来甲咱做这个接，吼来做这接大蕊的莲花，要来给咱的五庙，吼来运用啦吼。啊，这个礼拜六，吼咱即马要来转这個，吼这个法，吼当然咱即马无公开啦吼，来有来的人送福报啦吼。来，今日节目做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